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做人，让他们像我们一样。他们要管辖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飞鸟、牲畜、地上所有的野兽和爬行的小动物。于是上帝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照着自己的形象上帝做了人，他做了男人，也做了女人。上帝赐福给他们说，你们要多多繁衍，遍布大地，并要管治它。你们要管辖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及地上所有爬